不可以。
你们快救救我姐姐吧，趁现在还来得及。 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应该怎么做。是我没有相信你。 只要是人，难免都会犯错。我要跟上天说，这就是人。犯了错，然后改正，不懂的事情就学习，这就是人。上天。 在问我们：你们能不能自己存活下去，或者还是需要上天来治理？ 回答这个问题的。 就是肃慎王，也是身为肃慎王要完成的使命。我的回答就是：我相信人。 也相信肃慎国一定会获胜。我未能完成的，我相信后世会有人来完成。上天之力必须归还上天。现在，一切都过去了。 Thank you.
高句丽的始祖邹谋王建立高句丽，他是天地之子，母亲是河伯的女儿。高句丽的第十七代王太王广开领土，促使国家安定，深受人民爱戴，被尊称为国纲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。太王的恩泽齐天，威震四海，使百姓们都能安居乐业，更使得国家富强，百姓平安，五谷丰收。有人说太王阻断了上天之力，有人说太王将上天之力从封印中解放与自由，但是真相却不得而知，只是一直流传着太王的一句话。现在轮到上天等待我们人类，只要回头，上天就在我们身后。Thank you.